古希腊亚管理处近期又以新旅游的影片获得麦哲伦奖，金银双料大奖。观光署表示，大希拉雅观光圈是以先进希拉雅为品牌定位，除了在国际上宣传，更要以美食、永续、国际接待、能量等三大计划，与业者一同打造更完整的旅游体验。日出从山棱线之间缓缓升起，随着运镜和乐曲的带领，把关子岭泥浆温泉以及曾文水库等独特观光资源尽收眼底。这支由希拉雅管理处拍摄的影片，今年七月荣获坎城世界影展以及 AWPA 国际摄录大赛奖项。希拉雅，世界上所有的色彩都凝结在你眼中。透过舞者翩然舞姿，感受希拉雅自然景观的魅力。继双影展殊荣后，最新形象影片之前又获得麦哲伦奖金银双料大奖。希拉雅管理处从大希拉雅观光圈成立以来，以先进希拉雅为品牌定位，在国际上透过行销推广，让世界看见希拉雅。他除了做硬体，还有软体，然后在这三年里头就赶快做跨域整合到3.0啊，整个的要区域性的，所以我们这个希拉雅呢，还有大鹏湾，还有茂林，还有一个寻嘉南，对不对？三个，他们叫做南湾观光区区域观光圈。观光署表示，先进希拉雅从观光圈 1.0 迈向 3.0 全新世代，希望透过美食、永续计划和国际接待能量等三大计划，与国内业者一同打造更完整的旅游体验。今年也特别和旅游线上平台合作，总计上架11项特色旅游商品，邀请国内外旅客一同体验先进希拉雅之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